是五一回来的第一个周末，一早晨也是忙忙碌碌。今天要和一个朋友去看我另外一个朋友的比赛，然后又可以去涉谷了。哎，周末每个周末都是在涉谷附近徘徊，现在也没有多长时间了，要快点准备一下。最近终于又买了我的小黑瓶了，是我在香港买了之后才后悔了很多，因为我发现原来日本的免税店更便宜。哎，买都买了，没有办法。真的，但是前一段时间皮肤特别干，也有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吧。然后买了这个以后，它真的是皮肤就有在改善，也没有之前那么明显的裂痕了。妈呀，防晒好像有点力度过大，好白呀、啊！要迟到，要抓紧了。好烦啊！又下雨了。现在去看小响的比赛。小姐姐。回到大学的感觉，就是上一晚上，其实我们还年轻。现在来青山学院看比赛，当时在这上学就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多好多。我的阿波嘎都没有皮了，香菜就挺好吃。不如天一趟说什么不如天一趟没好香啊，一
一顿混拌。在巴黎要吃什么？它就是玄米。姐，你那个不用拌。你那个算了，咱一般也不，我也尝过那一次。吃米饭呢？这好用啊，是挺火的。你讲的那一下子现在去Zara逛一下，你的角度这个角度可能好一点。再见。哦，对。高高还是会显得好看一点。